一个问题，你可否知道还有哪些路可以弯道焚身，超脱真我比肩？自然是先知故乡的真正仙道手段。先知故乡，仙道手段，你了解多少？我曾伤过根基，这些记忆早已模糊不清，无法告知。再会了。有仙道记忆，又有万物图，难不成这家伙是战死的仙王，被葬于特殊环境下日久通灵？你想什么呢？想着老龟是不是在糊弄我？你一个人来的？洛道、陆毅、蓝依晨都在，还碰到了曹雨生。那胖子说要研究什么阵法，在皇朝外围挖山呢。你们碰上那几个古代怪胎没？没对你们出手吧？哼，在这儿啊，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各种保药机缘上边，倒没有针对我们。不过，君道在四处散播，说你得了长生药，白龟脱仙。他又造谣！哼，他这是打算祸水东野，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呀。我倒觉得未必。你荒之大名，响彻仙谷，等闲修士谁敢来惹你？只是若知道你身怀长生仙药，必定各方瞩目，这样一来你的行踪就很难遮掩了。宵小之辈所在多有，当行则行，遇事做事，我有我的安排，也没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。虽然如此，也不可不做筹谋。咱们可以做两手准备啊。几位别蹬着了，其他人哪个不比我本事的？荒怎么会选择与我同行？蜀道三，蓝井谷，不走的就永远也不要走了。这些人没完没了，烦死了。会互不一阵，看来跟踪无用，得想办法逼他现身了。哼，洛道、蓝依晨，还有那小胖子、小兔子，把他们逼到一处，看那荒来不来。又是几番尝试，却终究难以成功，每次都在将死之际不得不放弃。到底有何欠缺？舍命冲关，终于成功。舍命冲关，难道是因我让我一往无前的勇气？看来小仙王之事，终究是对我的道心有所影响。时候，时候，你也知道自己并无退路。若不修出第二道仙气问鼎当世，怕是难以生离仙谷。二道仙气仿佛就在眼前，只是我的身体也坚持不住了。可这次我不会停止，因为此事唯有勇往直前，不进则死。小仙王最后的遭遇，修成第二道仙气后才有资格担心。现在我要做的是活着修出第二道仙气。
到最后一击竟来自于你。还有什么宝贝再拿出来呀、啊。太初峥嵘岁月神通剑。四人联手，看你如何破局。我所擅长的并非偷袭，而是布局。哼，当天当地玄虚，荒，你害死堕神子道友，我等来此是为他复仇，替天行道。哼，你们到底埋伏了多少人？费这么大劲，就是为了让我来参加你们的丧事？死到临头，看你们牙尖嘴利到何时！白方没准备，送你们块石头不成敬意。天下第一石驾到！这怪石能识别阵术，挡住他们。且不与他一般见识。看来并非不能攻击本体，既如此，我也可假装破阵。大哥，大哥，走啊！九十九道神通，显！他的数十种封印于血肉的宝术神通极处，他们是要跟你拼命了。九十九道神通，如何？不过是血肉铭刻之符文，以此叠加而将战力放大。这些宝术你自己又不能真正操控。让你看看我如何组合各种宝术。吴圣泽，你还不施展真正的手段吗？锁地神通，出去救我！
我走他一寸。救我！你本就是一具古尸，也怕死吗？传说仙古时代有神圣药源在虚空中漂流，今日竟显化于此。听闻此地有一个神秘药源，有各种神草，长生仙药也在其中。生有长生仙药的药源，仙武门难道是真仙显化？你们讲什么？让你们先走也快不过我。仙乐飘飘，动人心魄，此处真是祥和圣地。是阵法大师吗？那大师也得有材料啊！我这种法阵需要有黄血。皇朝，感觉里边有什么东西能与我血脉共鸣，再吸引我过去。想过去吧？嘿嘿，那就借我点血啊！此书应是真皇巢穴，可是法阵无法进入，希望借用你的皇族血脉尝试破阵。多谢。看我的，滴血为银，中。你们去探索吧，此地与我血脉共鸣，我要在此悟道。你醒了？耶，翅膀也长出来了。好你个吃货，前边那么多麻烦你都不行，一进这仙古药园你就醒过来了。去吧，自己去找点吃的。哎，黄血石，真有这种东西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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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叫大人，想跟你谈谈。你家大人是谁？神药通灵。你要跟着他去犯险？反正也要探索，有他在身边，哪怕当个人质，也更安全一些。哎，罢了，本座也去看一看。到了，我家大人就在那里。万物凋零，世界将寂灭，直至开启新的纪元轮回。我所画形容，就是在模仿其中的长生仙药。那女子果然与徐天腾一模一样。你找我，如果是为了说刚才那些话，怕是找错人了。我还管不了机缘更迭的事。啊，我只是想结个善缘，望你放过岛上的一些奇药，且我还想求助道兄解脱我以及这岛屿的禁锢。为何找我？在药园之外，你曾用过一柄神剑，唯有它才能斩断禁锢，好让我等离开这里。你是说他如此草率将我引到此处，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吗？面对皇朝诱惑，你竟能客气地请同道相助，而不是动手强取。我想也许你值得我冒险，当然更关键的是末世将至，唯有逃出去才有一线生机。可眼看纪元更迭，我没时间了，若不抓住眼前的机缘，谁知还能否等到下一个可能。道兄若肯帮忙，我可送奇珍于你。那先送点宝料奇石看看。哦，你是求我帮忙，给他东西有什么用？我可再送道兄两滴长生液。你不给也罢，何必？哎，道友着相啊。你要干啥？仙金铸造，将我禁锢于此药园，道友若能斩断，这也赠与道友啊。
些道友相助，我再送你一场大造化。此路通往的。为了抗拒我，你竟去沾染那样的无耻之徒。你在做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该面对的总要面对，可这让人怎么开口呢？算了算了，可总不能如此这般，不然又能怎样？你到底把青羽姐姐怎么了？不许问这个。这事不会是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不许乱猜。说正事，你们看这锁魂塔护龙锁还真都是好东西，补天教果然顶人非常。谁干的？联手了，他们联起手来在追杀我们。天国、神庙、冥土几个大势力联手对付你，找不到你就追杀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。人太深。哎呀，别激动别激动，他们说不定你们在此等我。是好陷阱逼你现身的。哎哎，等等我呀。针对我也就罢了，再敢波及我之亲友，就要承受仙谷那灭门之祸。那光杀了我神庙圣兽金纹白虎，今日捉你回去补偿。逃不掉了。你先进去躲躲。来者何人？你们不是在逼我现身吗？荒，你好胆色，一个人就敢闯入此界，就不怕古代王者前来围杀你吗？古代的王者，我又不是没斩过。
倒要看看是谁斩谁。王，你已现身，也难逃天诛。明知你等安排了陷阱，我怎会不留后手？怎知天边那道身影并非我之真身？因为你等单独安排了那个废物来做诱饵，我就知道你们必定没打算正面一战。慌，是有个灵身与我对决，你欺人太甚了。你本就不配我真身出手，再说你身上那股尸臭味藏也藏不住。哼，别以为只有你有仙气。来，还强，徐道，你骗我！当着我的面伤我朋友，你还想走？饶命！如此强横，这臭烘烘的家伙真是麻烦。一水千古，只剩下这破烂的肉身，不然你这样的虫子又怎能在我面前乱舞？
你不过是个寄居的守尸奴，也好意思口吐大言。好，那就让你尝尝这个。全靠这具肉身修出的仙气，也敢自傲？别急，我就凭此肉身，让你见识一下你我之间的差距鸿沟。知道我破绽了，杀！你以为我身体暗淡之处是弱点？是最强之处，又如何？自第三重至尊术出现，我之神通皆威力倍增，正好拿你释放。唯一洞天，既然靠铭刻阵纹护持肉身不化，就先回你阵纹，上路吧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我的修行确有鸿沟。碎裂，还能逃到哪里去？其他几人还不出手，在等什么？古圣子吗？你敢现身前来，我照样来一个，杀一个。慌又怎样？照样躲不过我的神界一击。好一个三环套月的连环诡计，想不到最后一击竟来自于你。你不是号称一击不成绝不出手第二次吗？不如此也难以骗过你。肉身那么好破吗？不过是诱你入局，顺便借你之手锤炼体魄罢了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能斩你一次就能斩你无数次。
肉身有莫名联系。这东西我笑纳了，还有什么宝贝再拿出来呀、啊。